公主，这边请。哦，来了，公主，嗯，很多天没有吃到了，好吃。公主可还喜欢？ 不错，是家乡的味道。你的王府里怎么会有我们北戎的吃食啊？我知道公主喜欢吃奶酪、果脯和护蜜丝奶酒，所以特地让人准备了这些。既然你这么用心，那我也不能落后呀。本想一会儿在宴会上谈情助兴，但现在既然吃了你的东西，就得马上回礼。我现在就要让你们看看，论琴棋书画。 我们北戎的女子也不比你们大梁的差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今日的齐王府可是真热闹。哼，那可不，齐王宴请云川公主，那自然是要精心准备一下的。齐王跟云川公主过几日就要定亲了，这可真是天作之合。可不是吗？哎，你们说什么？齐王怎么了？齐王跟云川公主。 过几日就要定亲了，现在齐王正在府里面宴请云川公主呢。是啊，齐王要娶云川公主。哎，瞧你那样，王爷不娶公主，难道娶你啊？<笑><笑>哎，行了，不要理他。哎，晚上还有晚宴，有很多大臣都要去参加。啊，是吗？快给我讲讲。 云川公主啊，可真是漂亮，这就是。<笑>